大家好，我是阿良。端午节快到了，今天过来弄一点材料，过几天准备包粽子，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朋友。我们管这个叫粽叶，就是用来包粽子的，每个地方应该都不一样，不知道你们那边用什么包粽子呢？像这种叶子就属于比较好的，叶片比较宽大，而且整体没有损坏，没有被虫子损坏之类的，非常不错。是前两天买的小狗，哎，这跟屁虫一个，你上来它也要上来。老妹啊，这土里是有金子呢，还是有银子呢？刨个不停累不累啊？对了，以后要是需要挖地的时候把你带过来。哎，我真的太聪明了。是饮饮来饮着好酒的梦，规暝着困真香，使人头袂重，心袂烦，彼种感觉有够赞。若是饮饮来饮着歹酒的梦，规暝着困袂松，使人头会晕，心会乱，彼种感觉有这只狗睡着了，咱们悄悄地走了，看它有没有反应。哟，过来。不知道你们那边端午节会不会包粽子呢？啊，可能你都不会包粽子吧？要不要我教你啊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